卷入 JPEX 风波的郑俊熙和林明彤，因早前涉阻碍公职人员及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，到法院审理。在6号上午9点两人前后脚到达法院，其后在11点离开。 Bella 受访时坦言心情不错，对于案件延期，他表示按对方意思同意押后。上庭前发文的他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被指妨碍司法公正，他就表示咨询过法律团队的意见。另外他亦否认同郑俊熙是情侣关系，表示双方只是好朋友。郑俊熙在之后的受访的时候异口同声以好朋友相称。JPEX 事件继续发酵，两人被包而以情侣身份向圈中人卖手。 Bella 直言对另外一单案不会评论，不过自己清者自清，同人问心无愧。据知 Bella 日前已经翻公司见高层，并且早已被无线暂停所有工作，不被唱片公司续约，准备入雪柜。其实一直不被公司重用的他，继下楼上车族同本尊就位之后，已经无再入剧组。